们对便签功能进行了优化，可以直接发送到桌面上。并且可以这样、这样放大、缩小，随心所欲。屏幕框架支持点亮屏幕时播放动画，这个功能让百变锁屏在设计上有了更多的可能。相信主题设计者们可以制作出更具动态的锁屏界面。爱看电影的用户有福了，视频的全屏播放及截屏功能将支持 V4 版本的全部机型。我们在指南针中增加了海拔高度和气压测量的功能，也许以后用米聊不仅能摇出一个距离你20米的美眉，还能告诉你她住在你楼上2层。